一二三啊 ，Hello 啊 ，OK，、嗯、你要戴眼镜啊？要。什么牛？他要，你要不要戴？直接脱先。Hello， 第一讲 Hello。Hello， 出了两个手啊，全部人。Hello，So 欢迎回来到我的 channel。今天呢，我们就有我的妹妹叫什么名 ？Sabrina Wong。我的弟弟 ，Vincent。Yes, so 我们有 Sabrina, Elena, Vincent, Wong. OK, 很难讲，很奇怪，很热啊，其实。So 今天的 video 呢是个 challenge 的 video， 在英文它是叫 sister tag， 华语我不能叫什么 ，but 这个是 like 弟弟 versus 妹妹，看谁比较懂我。你觉得 one out of ten， 你 how well you know me？ One out of ten。哇 ，one out of ten， how seven？哦、oh, ，OK， pretty confident 啊、oh. 我会问他们问题，他们就要写在纸上面，纸在纸，准备了吗 ？OK， 他们就要写，然后我数一二三，他们就会 show 那个答案，对的呢就拿到一分。我有二十题 ，just disclaimer 啦，我们三个的华语都不是说很好的， mm-hmm. 我们就是来讲简单的华语 ，OK， 我们也是有尽力努力的去进步我们的华文华语 ，OK， 华文，对啊，华文 OK， 我不懂。你不是有拿补习的吗？啊？嗯，输的就有。Hukuman 怎么讲 English？ Punishment。Yes， 啊，输的就有 punishment。他的 punishment 就是这边有五张纸，我会给他们抽一张，那个输的就要抽，赢的就不需要抽。你们要懂是什么吗？要。OK， 第一 ，post 一个丑怪的照片、no. on Instagram， 很容易的这个，一定要 post 24小时， oh、然后就可以 delete。第二个就是吃麻辣面，很害怕。然后另外一个是要吃 raw salmon sushi。哦。哈哈。还有另外一个是输的就要 belanger， 另外那两个吃 ice cream。可以啊，很简单啊。最后一个就是要吃 one teaspoon of garlic。Garlic。OK， 准备了，来，我们开始。OK， 第一题，这个你们不懂，我就真的是会很 geek 黑。OK。Birthday。啊。哈哈哈哈哈！讲这个 birthday 啊。最简单，我们 start simple。我的生日是几时啦？ Oh, 要写 my year。count 啊。我们应该 set timer， 没开 timer。原来你还可以算，不要算钱，不要算，不要想钱。我给你们 two minute， one minute 啦， one minute。如果不 set timer， 这个 video 可以拍 for like 一整天。我很蛤蜊耶，那个声音。不要问我。15 second， 一、二、三 ，show。No。哦。我要退了。Yes.November 有三十一天呢。我就算是刚才。November 哪里有三十一天？Oh my god! Oh my god! 是 1999 啊。1999。我忘记你几岁。你忘记我几岁？第二题，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哦，这个东西是我每次都会 go crazy。二、三。哇哈哈！Oatmeal。Nando's Inside Scoop， 咬咬。My Burger Inside Scoop。OK 啦 ，Inside Scoop 两个对 ，but then 我在想着的是 ice cream and 擂茶。擂茶。我最喜欢吃擂茶的啦。Yeah, 最喜欢吃擂茶，所以你们就有班粉。Inside Scoop 是我最喜欢的 ice cream， 说是对。Okay. 你可以写多多。嗯，也不可以多多，不可以多多。啊、我讲有多答案的，你才可以写、嗯。如果只是有一个答案，你就是可以写一个吧、嗯。我最喜欢什么巧克力的口味？一个，那是你讲的。一个，我每次都是有讲啊，我有跟你讲过了。一、二、三。Dairy milk。Mars。Dairy milk 是我最喜欢。一，我讲口味 flavor，、oh, 你看、flavor， 我不是、oh. 我不是讲什么种，我讲口味。给、okay, 再一次。有这样的没？有。什么有？因为我们两个都错了，所以。OK， since 两个都错就 OK。啊，讲真是流很多汗。我也是哎、欸，如果是我喜欢吃什么 chocolate， 你对了 ，Mars， but 不是。哦、oh, ，OK， OK。我们的脚全部流汗，然后全部黏黏，然后黏在一起了。是啦，黏在一起。好了吗？好呀。OK， three show， 什么？我的是 green tea。两个都错。啊？你是想到巧克力？我懂。你们是想到
green tea 咩？每次 green tea green tea 是你吗？不是咩？不是，我是说 green tea 是阿姐。我哪里有吃 green tea 的？我吃 dark chocolate 因为它比较 like rich and healthy， but 我最喜欢的口味是 coffee。Coffee chocolate， 我跟你讲过吗？如果我现在不开心，我会想要吃什么？哦，ice cream 对，两个对 ，chocolate 对。Oh yes， 买个哪里有去买那个酱龟？然后我惨了，我输了哦。没有，你还没输。我觉得这个你们两个都懂了。我的 dream car 是什么？哦 ，bonus。半分，如果你讲完那个 exact color， 哦，你都讲过了，我讲过很多次。三 show Range Rover matte black， 我哪里有要红色？Oh my god， 哈尼，说你有 1.5， 你有 one， 我最后一次哭的时候是几时 ？Bonus point， bonus point， 如果你知道做什么，如果你知道为什么。哈，嗯，他写这样的东西的咩？Friendship problem， YouTube stress， not happy with video， friendship problem。我有哭过咩？因为 You， 怎么我哭？有咩？那你有？我有哭，因为 YouTube problem。我只是哭 because YouTube。我 last time I cried 是星期四 ，Why？ 因为我看那个那套戏我哭。你看什么戏？我看那个来打仗的戏啊。好，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嗯，哟，什么 garlic 味？耶，有味道啊！我赶紧吃辣椒了。三，对呀 ，The Hobbit 啊没？我哪里喜欢看九门剧？我讲过我不喜欢看九门剧。所以现在呢，阿弟有 4.5， 他有两分。Don't you know me？7 out of 10 honey， 这个是有四个答案，如果你拿一个对就有 1/4 correct， 1/4嘛。如果我现在在巴沙马兰，我会去买什么吃？我 confirm 一定会去买这些的。我的 question 全部很 random。你在哪一个巴沙马兰？我们是去哪一个巴沙马兰？一 stop。宝贝啊，哪个宝贝啊？那个有两种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紫菜的 seaweed 错，我没有叫那个了。早饭错，不是咩？没有，我哪里有去巴沙马拉吃早饭？就一个咖喱米哈，咖喱米，我有吃过咖喱米没有啦？为什么我哪里有去过巴沙马拉买菜买 fruit？ 就是咯，就是哪里有我哪里有板栗是板栗是阿咪吃的 ，OK。宝贝是对的，不是对，因为我吃的是那个台湾宝贝啊，阿三拉沙对，阿蹦，里面没有东西的那个加工，哦，加工加工，说你有 0.25， 我最喜欢的音乐流派啊 ，genre is like pop R&B classical， is like what type of music？ 流派。Google Translate 写几个？是啦，我 Google Translate 都写几个？一个流派音乐流派，这个应该很容易啊。不容易咩？你觉得你会对吗？我觉得我不会对。我觉得不对，我没有这样唱的。Classical musical instrument music chill， 两个都错。我喜欢听的是 jazz。我懂是那个，可是我不懂要写什么。错了就是。我最喜欢跳什么舞蹈 ？Fun fact， 我们三个都有跳舞了。如果这个他们不懂啊，真的是很伤心啦，伤心。2/3 ，Malay dancers Latin， 哪一个对呢？噔噔，对。我喜欢跳马来舞，我你刚才你都有讲出来，我喜欢跳那种来传统舞蹈。我们三个其实有学拉丁舞，拉丁舞，他们两个跑的恰恰恰。OK， 等我要换那个 battery， short break。风声。Just die 啦，全部戴 headband。OK， 怎么你看？如果我们的家着火了，我只能拿四样东西。什么东西啦？难哦。
难咩？一点呢、啊、？Two, three, show. Phone, camera, chocolate, pillow. 你真的是因为我很喜欢 chocolate 是不是 ？Phone, camera, money. 我讲啊 ，camera 两个都有啊。Yeah. OK, laptop. 哦、oh, ，没有 laptop 怎么 edit video？ 没有 laptop 怎么 edit video？ 我的耳环那些整个 box。那些链、oh. 我最爱的东西，我的耳环，我的戒指，我的链，那个是我最爱。Makeup 没有什么、啊、，Next below， 我最爱的包包。Next question， 在小学时候，我一天的零用钱是多少？小学 ，primary school， 三什么？三块。三块。我的零用钱哦 ，during primary school 是50 cents。真的，那时候的东西很便宜，不像现在一碟饭都20 cents 哎，哇，真的不像现在啊，哎呀，一碟饭50 cents OK。我最想去的国家是什么？有两个答案，哈，我有讲过了，其中一个答案是 related with earlier 的问题。To say what's on my mind， yeah， yeah， 一二三 ，London Australia。Korea no. Korea 的不是去过了没？那两个也是去过了。London 你去过？去过了。去过了咯。其实。对，去妈妈那边。是。广告。最想要去的是 New Zealand， 是因为那个 Hobbiton， 他们在那边拍。哦、oh,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Yeah. And Greece， 我几岁开始表演跳舞啊？哦，一二三，看，他们看到没有？不懂，十二岁我有短头发，我是11岁开始跳舞。剪了短头发了就哭了，是不是？嗨，哦，是哦，是没？我剪头发了哭啊，好像那个 Donald 的屁股一样。是。我去过多少个国家？那答案一定要很刚刚嘛。看谁最靠近，就拿到半分。哎，不可以，不可以，刚刚。啊？是啊。嗯。OK， 你们要来，谁靠近就半分。嗯、OK。OK。Three, two, one。当官。是吗、啊、？That's a good idea, smart.哦，我就懂这个会很难。一零，噔噔噔，这边有其中一个是啱啱的。叮叮，你怎么猜？我算了。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Macau， Hong Kong， Japan， Korea， Germany， Switzerland， London， Australia， Europe， 不是 Europe 是两次了没 ？France， 啊 ，Taki， 哎呀，没有算。新加坡。No， 就，哈哈哈哈哈！是这么说对吧？对呀啦。Next question， 我 prefer Pepsi or Coca-Cola。这个是 like K-pop question， hot， highly order thinking skills。这是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噔噔，答案。Pepsi。Pepsi， 答案是我两个都不喝，我哪里有喝这些汽水啊？我就习惯你了，有没有？就是、啊、我都跟你讲是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 you know？ 哈哈，妈嘞，我的 question， 我的 question 很难的 ，OK？ 可是你问嘛，所以 Pepsi or Cola？ 嗯哼。所以你比较喜欢喝哪一个？不懂耶，其实我两个都不喜欢。It's your question， OK？ OK， 如果我 prefer 啊，我也是喝 Coke， 讲真的是 Coke， 不，两个我都不喝。Yeah. Next， 如果我要开一间 restaurant cafe or 什么，我会 serve 什么样的食物？我会卖什么 type of food？ It can be anything， can be like a restaurant or a cafe or you know bakery or a pastry shop or。Okay. 我觉得我懂你写什么。三。Ice cream。我就懂你写那个。对了。我会啊 pastries。对，真的、啊，对，是吧？对呀、啊，对对对。哇 ，4.755， 你还有 0.25，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 ？Celebration， Raya， Deepavali， Christmas， Christmas， 我没有想 Christmas 哎、欸， Christmas， 你不是想 birthday 吗？ Yes. 你喜欢想要什么？其实我喜欢 birthday， but then 我想着这个 question 的时候，我是喜欢 Christmas， 因为我喜欢整个 vibe， like Vlogmas， 我喜欢 Vlogmas， Christmas tree 那些灯 and stuff， 我会 prefer 在家看电影或者是去 cinema 看，哇，两个都一起吗？去 cinema。我 prefer 在家看戏。What？ 有在家看东西吗？我每次都是在 laptop， 因为你去戏院看，你又要给钱， oh. 你又要去。
还被这些。两个都错，我 prefer 在家 chill。You know, just chill. Last question. 我一定哦。你又懂？不是咩？你又懂？你一定会。不是咩？我不懂哎。阿妹拿万帽也是不用的吗？是。OK， 这个最后一个我给2 point。可以。如果不是你的。那2 point 是不可以的吗？如果你赢。等一下就。OK， 我就算了，我给2 point 了 ，just in case. You agree? 嗯。OK， 2 point 啊，这个我想养哪种狗 breed， 什么 type？我想养哪一种？三。巴比。不是，巴比是狗的 baby。我讲，啊，那种东西什么 breed？ 白色 ，fluffy 那些小个的。奶肥肥样的。全部都是肥肥，很多毛白色。说你讲的。蓬一点。哎，眼睛蓬出来了。不是。不是咩？哎呀，我想要的是 corgi 那个屁股来 bang bang。But anyway。那些脚小小短短 corgi。哦。啊。Mia Simon 的。啊 ，Mia Simon 那个，一般到你赢这个，你也是 lose 不到。知道。我们的 winner 就是噔噔噔噔噔噔 ，Sabrina Wong 抽一个。我。选啊。选啊。很好。我就懂了。Post ugly photo on Instagram for 24 hours. So do it now, honey. 那你会丑哦，是不是？已经算 OK 了，所以他 post 了啦。我给他放 Stay tuned， 已经算好了 ，OK。So， 我不会讲哎。那我们的影片就在这边结束，是结束吗？不是，我话语很差。But anyway， 如果你们还没 subscribe， 记得要 subscribe 哦。然后如果你们要看多一点我们讲华语的影片，或者是你要他做我的 makeup， 他做我的 makeup 哦，什么东西，你们 just comment down below。我不会讲。记得要 follow 我们在 Instagram 哦，去 follow 我们，我会 leave 我们的 Instagram 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下面。然后记得要给一个赞。赞 ！See you in the next， 我们要 we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要声音要低啊 ，OK？ In the next video， 再来上面，也是 ，and 我讲先，然后才一起 ，and we will see you， 不是 ，you in the next video， 第一讲还好啦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拜。想要帮你做美甲？不要。不要。